上集我就介绍了马耳他，今集呢我就重游回巴塞隆纳。当日落了船之后呢，我就寄行李啦，15欧罗一件，就送到去机场，邮轮有巴士可以出返去巴塞隆纳的市中心。当日落雨啦，天阴阴啦，咁所以呢全部嘅影片呢影出嚟都唔係好靓㗎。买了些小手信给自己先。这个市场呢也有很多东西吃的。
呢一间嘅生蚝系好好味，即开即食，好好味啊！另外呢一間嘅西班牙火腿，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好味嘅。lunch 咧，我就去咗呢一間 cafe 度食。呢一間 cafe 咧，啲嘢食咧亦都係好有水準，我都係極力推介嘅。咁如果去到巴塞隆拿嘢呢度附近嘅話咧，就可以去試一下啦。咁有時咧係需要去訂位，咁當日咧我就冇去訂位，咁但係都好彩咁有位嘅。
吃完嘢之后，附近咧有架巴士 A1 可以直接去机场，车费就系5.9嘅欧罗。半个钟左右咧，就终于到到巴塞隆纳嘅机场。喺机场行完一阵之后咧，就终于要搭飞机翻香港啦。好唔捨得呢个旅程啊，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再去啦。讲咗咁耐啦，一直都冇提过邮轮，点会错过邮轮呢个介绍啊？大家千祈唔好错过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